在下雨，所以决定呢，等一下要搭公车出门。然后因为今天也变冷了，大概只有10度而已，所以我就加了围巾跟我的风衣。然后呢，还有雨鞋必备，要不然呢会很湿很湿。You can talk to llama. Continue. Come back. Oh,
酸种面包是在北欧蛮常见的面包，然后就是外面这样子硬硬的，但里面应该要是软的，所以我希望今天烤的这个面包可以成功。这是我第一次做，然后刚刚有点失败，因为我没有整个把它化开来，然后现在就是变成这样子。天哪，有点，现在还有点热，需要戴个手套。哇，很成功哎！我的天哪，跟今天的马铃薯浓汤很搭配。今天要来到林雪平，天气超好的。等一下跟朋友去 Fika， 我们要去一间咖啡厅，是我很喜欢的咖啡厅。前面就是等等要去喝的咖啡厅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类似植物花店，等一下去逛逛。
这里是一个餐厅林立，然后又很可爱的一个小区域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吃 brunch， 等一下可以在这边走走，然后拍一些这边的建筑给大家看，因为这边算Norrköping 的老城区。前面左手边呢，就是我们要喝咖啡的地方。这家咖啡厅真的太美了，然后每次中午来都很多人。今天呢是大概2点多，然后我们点了咖啡跟一点三明治小东西。